这是几头啊，雷哥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头啊！哎呀，那个把花给吃了，那都干死了。花花似的，这是上帝的那种牛吗？干活的牛吗？不是，这是好像是德尔塔。这个牛的品种好，是肉质牛，卖钱可以。好多行走的，对，一头将近2万，好像是。是吗？嗯，好的点儿。好多块牛排在行走。我们又回家啦，回我们好的景色，夕阳。回我们大山沟沟里。你看这山现在。我爸来着了。在哪呢？不知道，这应该是我家那啥。是呀，咱家车哈。嗯。你爸在这儿呢。在老舅家呢。嗯。它这个光线特别暖。嗯，夕阳西下。嗯。看看去吧。这谁家苞米啊？你是家的。不是我舅妈的。是你。你小舅妈动不是打完了带的。啊。你小舅妈又学车。要学车，嗯，要学车。我说不行，你学自动挡。学车你得学考票啊。对呀，他要考票嘛。啊，现在可以到科室，我现在我都练。你到那个教练他就教你了。关键我没时间去呀，我寻思。早了，谁上林口不那个林场？我还说呢，那天你老舅说那个。上你家吃的这些馍馍呢？你属于啥？我说拉倒吧。就坐那个什么是挡油门儿、方向盘呢？油门还有刹车，主要是看看哪个是刹车。我练练。哎呀妈呀，飞奔过来了！练哎呀！你很飞呀！过来。看这夕阳多美。嗯。太漂亮了。暖光暖洋洋的哈，但是冷啊，你不觉得穿个棉袄说太阳太暖了，有点不和谐吗？不是，这给人感觉很暖，是吧？嗯，这阳光好暖呀。然后是假的，好像不是太暖。走吧，咱回家。走啦，到家喽。回家。这俩小狗啊，哼哈二将，我得提前把衣服收好。哎，别往我衣服上蹭啊！你也没球儿，没球也想蹦，蹦了蹦了。嗯，老点啊！想你了，这是。高兴了，回来了，不要放啊！跟你玩呢。嗯。妈，你做啥好吃的了？酸菜。啊、哦，上面是米饭。哎呦，烫手，太猛了，嘎一下就给端出来了。厉害吧？厉害。你的功夫。哎呀，一大锅。还有豆腐呢。嗯。冻豆腐，这可以喝汤了，酸溜溜的，挺好喝。哎呀，蹬一下子，你这不会整，你这呀，这上面热。啊，高大刚开车回来热，你这这个地方。嗯。哎。没了。加点玻璃水。没了，我那也是，就是那个。在这儿。你那是防冻的不？我看看啊，这是不防冻的，你不知道？你从哪来的？就是门后这啊。啊。这好像应该是，咱写的四季，没有写四季，好像，这不是四季的吧？就我们这边加这个防冻液，点搁那种四季的。现在天冷了，如果玻璃水不是那种防冻的，它就容易在这里就冻住了，冻成冰块了。是吧？嗯，这个是哈。亏了没道理，现在都上冻了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地方。四季通用，对，这地方有个四季通用。嗯、哦，这个你看这个就没有。嗯，这是看颜色都不一样，有点。嗯，这个更蓝一点。加的好像还是这个的，不是。这是塑料的呀。啊、嗯，塑料的吗？有的它加错了，就一冻就给冻裂了，里面是个小壶底下。嗯、没了。
我想吃这个。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。看一眼啊。嗯，粘大米好像，像那个粽子似的呗。里面是啥搁的呀？红糖，要我咋让你买红糖呢？哦，红糖。咸蛋不甜，这就特别糯。啊，传说中的红糖米饭吗？你不吃啊？